Hello， 又是一期读评论读私信视频。我的小蓝都丢这么久了，没想到还有人私信我说捡到我的小蓝，捡到我的娃了。然后我就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山西的，结果发现主页根本不是山西的。像我刚发丢娃视频，就有一堆人私信我说看到有人捡到了，或者说他本人捡到了。我就激动地问是在哪儿捡到的，长什么样子娃，聊半天都不符合。我都怀疑这么多人私信我到底是真的假的，你们只是想和我聊聊天吗？我的心里已经不抱有找到的希望了，所以说谢谢大家给我提供的信息。关于上一次给我的女儿起大名，大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词，叫什么豆腐西施、豆豆鞋、豆鸡眼、豆角炒肉、豆芽菜、豆花、豆感方波，还有一个让我叫豆浆鸡的，就很离谱。最终我决定他叫豆感光波，小名叫波波，大名叫豆感光波，就很 nice。 我一定会努力拍视频，努力更新的。好了，拜拜。